还有粉丝啊，喜欢看我吃肾宝片，今天啊，我就再给你们弄一个，包大大的壳，手指大的肉，非常非常好吃，非常非常嫩。吃过粉丝袋子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肉好不好吃，精华，像不像一个腰子？嘿嘿，再来一趟。这些东西啊，都是不能吃的，只是它这个备注，特别嫩，特别鲜。嗯。